来来来，给大家看看我新买的芒果23。他们有苹果，我们用芒果，芒果手机。看看这开机还自带语音呢，一看就很高尚大呀。只不过这玩意儿开机咋还得玩迷宫呢？就是这个迷宫啊，这怎么走不到出口啊？等等，让我看看啊，这哪里有出口呀？这不都封死的吗？大哥，啥破玩意儿啊？我这不是被骗了吧？好吧，原来这还能从外面走啊，有创意，非常有创意啊！开机了，请滑动屏幕。我滑了呀，这咋没反应呢？不是，哎，这难道这不是触屏手机？可是这也没键盘。笑，不过还好啊，终于解开了，还要输入密码。我也没设置密码呀，难道初始密码1234？不对，是0000，也不对。什么呀？手机已停用99999分钟后再试用。那我买你，我要个锤子用啊！我取消取消取消。果然是芒果呀，真的是非常有创意啊！输完密码还要换密码。别的不说，这款手机保密工作能做的是相当的好呀，连我这个手机的主人都很难解开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手机被偷了。这偷了小偷都还得给还给我，是不是？